来带今天的犯人。被举报人钟无艳，举报人司马懿，举报理由匹配这种什么队友怎么玩，描述是不参团和送人头，战绩0-5，输出15%，参团率50%，举报人数3。除了战绩十分的拉胯，其实他的参团率还挺高的。基本上1/3的举报视频有1/3的时间都躺在地上，开局3分钟就死了2次，基本上就是走过去猛猛打然后就没了。聊天记录显示，开始钟无艳还有一点尴尬，这语气还很娇羞。后来直接说投吧，浪费时间。其实这句话我是很赞同的，后面这句辅助你直接告诉我你会不会，我是不理解的。你打得不好是因为你没玩辅助吗？ No， 这还出卖一下自己的八两。半斤你变了，我判定有违规，打得非常不好。下一个。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，小卤蛋不讲武德，他先开的，我看到了。马可罗伯刚从地下城进修回来，直接就是展示，这波纯纯是把卤蛋当草割了。下一个。